在美国，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脱衣舞俱乐部，许多白领或者蓝领下了班之后都会去这里消遣消遣，获得精神上的放松与愉悦。昏暗的酒吧里，不少丰乳肥臀的金发美女在台上表演，她们往往涂着烟红色的口红，斜倚在钢管上面大跳艳舞。只要$1，顾客就可以获得脱衣舞娘在自己面前停留几十秒的权利。脱衣舞娘分为三种档位，为了能够让各位老司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职业，猫爷找来了三个舞娘诉说的亲身经历。虽然咱不去美国，但美国的特色风情怎么能错过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猫爷收集的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纽约的地下酒吧是纽约黑帮为底层人民设置的娱乐场所，通常在纽约某些公寓楼的地下室里，他们老旧、肮脏、阴暗，犯罪率极高。本期影片的第一位主角莉莉就是在这里工作的。莉莉是个拉丁裔的脱衣舞娘，来自洪都拉斯。出嫁之后，她的老公得罪了黑帮，被当地黑帮打死。黑帮还扬言要把她和她的女儿卖去做妓女，所以她和7岁的女儿为了逃避追杀，偷渡来到了美国。一开始，莉莉和女儿住在纽约的叔叔家，但是后来叔叔就不让她继续住了，她和女儿只能住在纽约的大街上。他们冬天在地铁站取暖，然后用图书馆的公共洗手间进行简单的梳洗。莉莉自己倒是吃得了苦，唯一担心的就是女儿还未成年，一旦有人报告他们无家可归，她的女儿就会被强制带走，送到福利院去。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过了1年多，直到她遇到了纽约某个小黑帮的男人。男人上下打量着莉莉的身材，随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询问莉莉愿不愿意去做脱衣舞娘，包吃包住，客人打赏的小费与黑帮5/5。莉莉点了点头，就这样她成了这家纽约地下酒吧的脱衣舞娘。黑帮的男人帮助莉莉在酒吧后面的一个小隔间里住下，让她和女儿安定下来，每天还会发给她6个面包。在酒吧的化妆间里，一群面容疲惫的金发女郎们等待着化妆师的叫号，用粉底把脸上的斑点和瑕疵遮住，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火红和闪闪发光的眼影。化完妆后，他们会脱光身上的衣服，只留下胸衣和丁字裤，在胸口和大腿上撒一些亮晶晶的散粉，等待着音乐的开始。在这个地下酒吧，脱衣舞女郎的钱来得相当不容易，他们每晚上跳一场舞，大头全被黑帮和化妆师拿去了，自己仅仅能够到手$20的出场费，至于客人的打赏更是少得可怜。底层酒吧的客人们往往没什么钱，以至于莉莉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色相。每当有客人伸手去摸她的胸时，只需要塞$1的纸币，手掌就可以在莉莉胸口停留几十�秒。最多的一场，莉莉收获了70多双手的青睐，足足到手了$35。面对这样的生活，她表示，我现在只盼望每天能够多几个客人，这样可以把女儿送到社区小学去读书，不再重蹈我的覆辙。有莉莉这种朝不保夕的脱衣舞女郎，就有把脱衣舞女郎视为职业的人。面容姣好的安娜就是在华盛顿一家装修相当不错的酒吧里工作。受疫情影响，酒吧里的生意其实大不如前，但安娜依旧画着精致的挑眉和上扬的眼线，唇色也是脱衣舞娘里最流行的正红色。因为常年跳舞，安娜一直保持着前凸后翘的身材，即使是最胖的时候，体重也没有超过3位数。她家境不错，毕业于当地的一所社区大学，本来是一位舞蹈老师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安娜刷到了美国一个顶尖脱衣舞娘的视频，她觉得自己也可以，于是华盛顿一个很是不错的脱衣舞酒吧录取了安娜。真正身处其中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外人想象的这个样子。安娜记得每天早上8点就要起来练习舞蹈，为了塑形只能穿紧身的束腰，一边练一边被束腰累到缺氧。练到中午11-12点的时候，酒吧里的每个脱衣舞娘都会摇摇欲坠。相比起练舞的辛苦，酒吧里顾客时不时的骚扰更让安娜苦恼。她表示，在顾客眼里，大部分的脱衣舞娘都是妓女，这确实是对脱衣舞行业的一种偏见。随着21世纪的到来，脱衣舞行业也有所改变，由过去的色情表演逐渐演变成如今的花季歌舞杂剧。而为了 GDP 的增长，美国法律也在逐渐解禁脱衣舞俱乐部。安娜表示，她跳一场脱衣舞下来能够收入$100左右，也因此她基本上不会轻易的随客人出台。
抛去莉莉那种为了卖春和噱头而脱衣服的软色情表演之外，大部分脱衣舞表演都是对舞台的一种诠释。安娜在场上表演时不会刻意的袒胸露乳，而是把性感用舞台表演的形式发挥到极致。提起自己的脱衣舞事业，安娜先是淡淡地说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一行最出色的演员，获得去巴黎红磨坊或者是百老汇演出的机会。是的，这就是我的美国梦。安娜最佩服的人就是蒂塔。与所有人印象中的失足少女不同，蒂塔目前身价2亿美元，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脱衣舞娘。从4岁开始，蒂塔就开始学习芭蕾舞。13岁时，蒂塔已经可以在当地的芭蕾舞演艺公司担任独舞。在绝大多数时候，我的脱衣舞都是踮着脚尖跳的，蒂塔表示。在正式成为一个脱衣舞娘之前，蒂塔是一个复古内衣爱好者。为了把自己塞进这些性感的复古衣服里，蒂塔很早便开始穿束身衣，强行收腰，连睡觉都不脱。终于，他把自己的腰围绑到了56公分，最瘦时可以绑到42公分，极其反人类。不停尝试复古内衣的同时，蒂塔还一直在探索有什么职业能够把内衣、芭蕾这两个他最爱的事情完美结合在一起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到了一家脱衣舞俱乐部的海报，从此打开了人生新世界的大门。一开始，蒂塔的工作与莉莉的那种情色表演没什么区别，在固定的时间脱掉所有衣服，然后摆出各种引人遐想的姿势。但很快，蒂塔就意识到这种勾引男人的舞蹈绝非他真正想做的事情。为了追求最高级的脱衣舞，蒂塔翻阅了各种资料，从几乎失传的滑稽舞歌剧中找到了灵感剧情。蒂塔相信在脱衣舞中加入剧情才能把它升华为真正性感的艺术，于是他开始用羽毛扇和香槟浴表演，而在这些道具与表演里都能找到滑稽歌舞剧的影子。毫无疑问，蒂塔是革新脱衣舞行业的大师，他把脱衣舞这个行业从低俗里拉了出来，做到了极致。在他的努力下，脱衣舞也终于得以登堂入室，成为美国社会上被大家公认的艺术。安娜之所以把他当成偶像，也正是这个原因。除了征服安娜这种中产出身的妹子之外，蒂塔还征服了很多上流社会的名人。2009年蒂塔欧洲巡演时，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和第一夫人都偷偷和蒂塔联系，表示我们很想去看你的演出，但迫于身份的不便利，只好打消了念头。就连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都曾邀请蒂塔参加儿子哈利王子的24岁生日表演。有趣的是，查尔斯的邀请还被蒂塔拒绝了，因为蒂塔觉得自己的脱衣艳舞去王室表演多少有些不得体。按照蒂塔的说法，就是人不能简单的把裸露的程度和性欲直接挂钩，之所以把滑稽戏的元素加入脱衣舞，就是为了创造一种优雅的、特别美丽的、情欲却又不色情的表演。震耳欲聋的音乐，丰满胸部和挺翘臀部的脱衣女郎，看客欢呼尖叫，手中的钞票大把大把的扔向舞台。其实这些并不是美国脱衣舞行业的全部，在那些或是装修精致或是阴暗肮脏的酒吧里，脱衣舞女郎们用尽了力气活着，而我们作为看客也只不过是在冷眼旁观，体验着他们的另一种人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面对三种不同档位的脱衣舞娘，各位老司机更喜欢哪种呢？赶紧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出来吧，您的点赞订阅是对猫爷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